当武术传承人，湖北省允阳人，中国武术八段国家武术高级教练，国家级裁判，武当太乙五行拳第十八代传人，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当武术传承人，现任武汉体育学院武当山国际武术学院副院长、武术教授。有请我们的杨群力老师为我们分享道家武术。大家，辛苦了半天了，应该是中午。这个因为时间关系，根据主办方要求，我准备了几个专题。今天我想这个还是讲讲认识一下武当武术，因为武当武术宣传在国内外还是缺乏的。虽然是其他的专题啊，也需要讲，以后有机会来。再慢慢学习，在这里时间也晚了，我就在大家面前班门弄斧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讲的题目是武当武术的发展与未来。从这几个方面啊。